燕爽，我非有意来迟，只是我与凤仪确实有要事耽搁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回梨花小屋我再跟你说。知道了。因为什么事情耽搁了不重要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雨还没停，在下送你回去吧。正好我想去英族化些风动石。化什么风动石？我跟燕爽熟，我送。 以后离这些不熟的仙君远点，他们就没安好心。凭什么你让我远离，我就要远离啊！我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想要什么，有几个朋友你了解过吗？我与莲溪仙君一见如故，相交甚好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你对我一无所知，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？燕爽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 仙妖两界本就关系不好，我作为仙界鹰族公主，本来就不能老去你们妖族，难免落人口舌。风言风语我已经听够了，为了妖皇你的名声，也为了鹰族，我从此以后不会再去找你了。我还以为你不在乎什么仙妖之别。好，既然如此。 便如你所愿吧。从此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保重。